今天呢，在抽的这一段呢，跟各位呢就有那么一点关系啊，摸了个边。然后写的时候呢，咱们就说嘛，慢慢的，用心的，就这么一回。这个唯一佛圣品呢，我之前的普门品呢，门规了，心经呢，礼佛拜忏文了，都一样的意思啊。中谱了，都完全一样意思。这次呢，你就这么一次跟老师一起写。你写那么快干嘛？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写了，写了以后还写超过，突然之间呢就一阵呆掉。用不着写超过呀。再来呢，或有起十妙，我们主十妙呢就是十妙嘛。然后呢，圣净土也是嘛。虽然呢，现在已经进化成为刚垢了，古代没有刚垢。现在呢，这条呢就跟各位呢，跟我们大家呢所做的就有吻合了，或有起十妙。旃檀即沉水，来，各位，或有起十妙，旃檀即沉水啊。主十妙呢，就是个石庙啊，外头呢全部都用石头。旃檀呢，有檀香木。这檀香木呢，我们的那个回廊，的木板，就是一个，黑檀木吧，还是紫檀。然后走廊楼梯，我们的楼梯呢。每一层楼的楼梯上面铺了的呢，当时的导师呢，叫黄远春教师，楼梯的板面用的呢，就是紫檀还是黑檀，忘了，就是旃檀了，就是旃檀了。沉水哦，沉水，你知道有四根柱子，有四根柱子了，那四根柱子呢，就在水里面了几十年了。经过了几十年，要有一天捞起来了。那柱子呢？你看看，它是从二楼到四楼，很长的柱子，很大的柱子。这个，这从二楼到四楼的，这个柱子呢就沉水，它在水里面了几十年了，隔了五六十年以后，有一天才捞起来，捞起来没人要，还是怎么样的，忘了，不知道什么缘故。然后这几根柱子呢，这就是沉水，那是比钢铁还硬，它就在水里面了几十年的时间了。那这边有两根，另外一边呢有两根，总共有四根。所以各位刚刚看到的呢，像旃檀，就是在那个我们楼梯呢，还有回廊，的回廊呢，用的就是吻合这个。所以我们在主师庙呢，在新建的过程，还有外围外头的墙面上面，除了石头之外，说实话，是吧？还有一整条一整条的，那个都是旃檀木，所以我们那个大家可以看到嘛，祖师庙石墙，石墙呢，还有一条一条一条的，那个木板，那个木头，那个木板木头呢，就是那个、都是旃檀木，都是旃檀木。所以呢，或有起十庙，旃檀即沉水。各位，祖师庙不是随便盖盖的，用的材料也不是随便的。既然祖师庙呢是由老祖师妙空祖师菩萨呢亲自指定下来我们要盖的。一甲子之后二代祖师呢就转承传下这个法，把任务交给我们。那我们要盖的时候呢就尽可能的
混合回一佛圣品。所以呢，或有起石庙，就是主寺庙了。你看墙壁上都是石头，旃檀即成水，其实石头之外，外头这怎么样？还有一条一条的哦。下回来的时候你就仔细看，都有怎么样？外墙上都有一条一条的哦，那个旃檀木。另外呢，成水就是这四根柱子，也就是说呢，我们呢，依据老祖师呢、妙光祖师呢、二代祖师呢传承呢，所说的法去做的时候，这些呢也自然会相应的跑出来。你看那个木头啊，几十年呢，真的五六十年了，六七十年在水中啊，但是有一天才被捞起来的，捞起来又没人买，又不知道从哪里运，好像从中国运到东南亚的哪里，东亚哪里没有人买，又运到了台湾，运到台湾的100人啊，又摆了很久，摆了很久了以后呢，又没人买啊。当我们要盖祖师庙的时候，才去看到这四只。喂，阿贝，王先生，是不是这样？我们等阿贝打字呢，可能会很久哦。阿贝，阿贝，阿贝，你有在线上吗？哦，看到了。阿贝打一个四字呢会比较快，所以呢，祖师庙的所有的布局用的材料，不会是说随便就怎么做的，它暗有布局了，它有暗中呢吻合呢经典上所说的所描述的该怎么做啊，只是你有发现没有发现，你如果说这唯一佛圣品。这一段呢，你有特别详细的读过？哎，再来看看祖师们，哎，很多东西就吻合了。经典上说的，盖的方位啦、风水啊，那是一回事；用的材料呢，又是另外一回事。种种的因缘呢、结构了，继续哈，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慢慢来，慢慢来。这个呢，就介绍了呢，下面的这一段呢，世人成佛道啊，你参与做的事情，你参与做的事情。来证明，在唯一佛圣品里面呢，讲唯一佛圣里面呢，二代祖师所说的法身的经典里面，你有被受记到。既然有受记呢，就珍惜的啊，一个一个来。木密并于材哈。余材呢，就剩余的材料哦。简单一点的讲呢，这余材呢，就是剩余的材料呢，真正的核心的精神是在哪里呢？真正的核心的精神呢，就是任何的材料，有缘的任何的材料了，都可以用智慧了、想法了、创意啊，把它放到净土里面来。既然有缘相见，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物，只要是有缘相见呢，身为一个修行者呢，就要想两件事：一，怎么启发他的佛性；二，怎么把它摆到净土去，不管是人事物。各位，这个心法呢就很重要，因为这牵涉到八地以后啊。自力加行，无功用加行啊，自定加行啊，圆觉加行啊，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心法。无论遇到的人事物善不善，是什么，或是你认为很有用，或是呢无用之物，都一样。你呢脑子里面要想了的核心的心法，一，怎么启发它的佛性。二，怎么把它摆到尽头去？这个余材呢，我们就可以呢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三德广场，大家还记得吗？三德广场呢有三个石卧吗？那是被丢在路边的三个石卧啊，丢在路边的三个石卧呢，我就跟阿贝讲说，把它扛回来，把它扛回来，扛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摆在三德广场，摆在三德广场，再缠上了麻绳，大福德。大威德，
大致的，那就变成了那三个瓮，啊，里面再给它放了个水，放了一点莲花在里面。以前还记得有放过小鱼嘛？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放小鱼？偶尔有，有放一点小鱼，小鱼有时候会被鸟吃掉。以前的祖师庙每一天早上，最近这几年这两年没看到了。两三年前，每一天早上的祖师庙会飞来一只很大只、很大只的，叫什么塘姑？塘姑，各位知道吗？就是嘴巴很长，然后下面有个袋子，送子鸟啊，送子鸟。每天早上祖师庙就会飞来一只很大只、很大只，然后就在我们的鱼池里面、静心池里面，它就很开心。鱼多，然后水浅。他就啪一声就怎么样降落在那个池子里面了，就开始吃鱼。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两三年前呢，你有来住法的话，你就会看到祖师庙那个静心池旁边有摆了一个稻草人，那稻草人就为了吓那只塘姑用的。算了，这是插花了。我们讲这个鱼材了，像那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三德广场里面那三个石坛。大福德、大威德、大智德，缠上了线以后，就把它变成了是艺术品也好啦，变成法宝也好啦，或是镇山石啊，什么等等的都可以。这个怎么样？是在路边的，看到了以后，生觉呢，就这样丢弃路边的，可惜了。它是可用的，我们就呢，把它呢拿来，就创造了三德广场的这个区域，这些。都是吻合于佛法、佛经典里面这一段，事实上就告诉你寺庙怎么盖。或有起石庙的时候，配合上有旃檀、有沉水、有木蜜、有鱼材你看看我木蜜呢，就经常常呢有钉啊，或有装饰一些的栏杆啊什么那些的，这些都是每一条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拿经典呢来对照的时候，您就突然会发觉到，它是吻合唯一佛圣品的。看起来好像我们就这么盖了，但是里面用的东西，只是呢，我们讲过，祖师庙是一个大佛帐嘛，还记得吗？祖师庙是个大佛帐，佛性的大佛帐，唯一佛圣的大佛帐，只是你有没有用心呢？还是怎么样？身在福中不知福，身在法中不知法而已嘛。木蜜并鱼材，砖瓦泥土等啊，这个我们当然都一定用到了。砖瓦泥土等哦，这个我们在新建祖师庙的过程里面，当然都会用到这个哈，砖瓦泥土等。这个倒是毋庸置疑，所以呢，我们曾经，大家有请过那个佛陀砖嘛，是吧？那是圣净土的佛陀砖，上面导师写了个佛字嘛，建立起坚实的正宅。他说："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咱们呢，祖师庙的位置呢，当时还真的就是个旷野。还真是个旷野，若于旷野中在这个旷野呢。积土成佛庙，这条呢，各位，你又有参与，又做到了。这里呢，大家都参与了吗？祖师庙当年的新建，祖师庙没做到的话，没来得及参与的，没关系，你的过去来不及参与，
未来呢一定要参与的啊。紧接着你有参与到什么圣净土吗？若于旷野中啊，而圣净土呢又有一个机会啊，最深呢就这么两个机会了，没有就没有了，没有还真的是没了。最深呢做到这里哈，已经对导师来讲已经觉得好辛苦了，剩下就交给你们了。基土成佛庙乃至童子系啊，就算你呢。来自童子系，就小孩子一样，我当作呢是堆沙成塔，当作儿童好玩呢、啊。聚沙为佛塔，各位，这个乃至童子系啊，聚沙为佛塔呢，你呢都比他好一些，好多了。是什么东西呢？法尘。我们前两个礼拜修的法尘呢，你就超越童子系了，聚沙为佛塔。如果连童子系都可以的话，那各位认真的修法的话，修那个法尘图腾呢、啊？认真修那个塔完了就更不得了、哦、连童子系聚沙为佛塔哦，这样子沙把它堆堆起来哦，就叫做是个佛塔，这样子都可以了。那更何况你建立的是法身，或者呢，你的修法里面哈、哦，有修法里面啊，像我们上回去年修的那个塔位，那是叫金刚塔位嘛，对，是不是？金刚塔位里面帮你放了那个恒河沙哦，为什么？你金刚塔位里面啊，写了一个你自己的祈福单之后，在金刚塔位里面呢，导师帮你呢，每一张上面都倒了恒河沙，那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不是不吻合佛法的，那不是随便做做的，那完全清清楚楚的就在这里，乃至童子系聚沙为佛塔。如果连童子系呢聚沙为佛塔都可以了。那么各位，以导师帮你把恒河沙这么个放下去，完全吻合于这条，而且你所在的地方呢，又是什么？又在祖师庙里面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法，或有起石庙啊，然后怎么样聚沙为佛塔，这个都是吻合呢唯一佛圣品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开法，很多的修法呢，当时不一定告诉你呢是如何，因缘还没具足。今天写到这儿，今天谁知道去年的时候是吧？去年咱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在修那个金刚塔是不是？在修金刚塔的时候，谁知道会有五费呢？会有 COVID-19 呢？没有啊，不知道。那时候根本就是一切轻轻松松的，只是吻合于唯一佛圣品的。所以你仔细看呢、啊，祖师庙里面很多开的法，很多修的法，祖师庙圣净土里面很多开出来、修出来的法呢，都很吻合于《妙法莲华经》里面的唯一佛圣品跟普门品。所以你把唯一佛圣品呢，就这个说不是叫方便品呢，跟普门品呢，拿起来在祖师庙走对照。你就突然之间呢，会发现很多的浮障了。这也就是之前呢跟大家所提到的，祖师庙有很多的浮障，可惜啊，各位到祖师庙来的时候呢，就是个可惜啊。你觉得祖师庙很棒啊，知道自己心灵所皈依之处，乃至于呢自己就算安息了以后、往生了以后呢，都可以很安定的净土之处。如此而已，这个是必然的，但如此而已太可惜了。很多的法呢就在这里面，我是建议你，真是建议你、啊、下回呢真是再到祖师庙来了，那各位呢，你就把普门品呢、唯一佛圣品呢拿起来看一看啊，边看的时候边环顾祖师庙呢各个布局布阵呢、那里面呢真是以佛法来做的，按照佛法的节奏理路呢、把祖师庙呢、一步一步呢给建构出来的、
你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浮胀就是这个意思嘛。浮胀呢，就是要你啊一步一步来修，所以加到下一个功课里面，你不是有金刚大行三昧吗？对吧？金刚大行三昧的《金刚经》。现在呢，又把普门品跟唯一佛圣品呢再加进来，就是我们抄录的这三段。当各位呢，这三本经典就是我们的法本嘛。我们往生了以后呢，我们的亲友帮我们呢主持，佛圣中呢的仪轨里面，就是念这三本法本嘛，这三个部分嘛，《妙法莲华经》里面的唯一佛圣品，《妙法莲华经》里面的普门品。以及金刚经嘛，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法本，也就是我们这阵子在抄录的。换一个更深的，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对这三本更深入的了解，而导师具体的体现出来，让你肉眼可见，就是祖师庙跟圣净土。祖师庙跟圣净土呢，就是呢将唯一佛圣品呢、普门品跟金刚经呢。从经文里面具体的变成了事实，变成了怎么样呈现出来的相，把这个净土呈现出来，这都是八地里面在修的自地加行啊，走到圆觉加行，大自在加行。所以法身量对各位而言呢，不是只有跟导师呢在一起修法，在写这个经文而已，法身量呢，事实上是跟导师呢。一起在建立整个佛圣世界，而这些祖师庙、圣净土都是佛圣世界呢建立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在次第的在努力的在圆满于它了。所以我常常觉得武汉肺炎也是个微妙了，因为武汉肺炎，所以呢，我们法呢就这么演变了、演变着啊，就演变了到现在呢，所以才会呢进入到抄经典。我就想啊，那我们就把这三部经典抄一抄好了。这三部经典呢，在朝堂呢，就顺便把这个法呢又开演出来，也把祖师庙圣净土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呢，就把它给也介绍出来。从1997年在盖的时候，距离现在呢有23年前了，脑子里面是以什么做蓝图？导师以什么做蓝图来盖的呢？导师呢就是以唯一佛圣品做核心蓝图。配合上普门品作为里面的运行的心法，再加上呢《金刚经》对里面呢做一切的护法，以这样子呢三个结构而建立起呢祖师庙圣净土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同样的道理也是以这三段经文呢三部经文呢作为什么？作为整个佛圣世界的核心。乃至于到我们往生的时候呢，持诵的法本，就是以这三部经文呢作为核心所在。所以之前去年武汉肺炎还没开发生之前呢，就导师就跟大家在课堂上心法班有说过嘛，你还记得吗？很可惜，你到祖师庙里面有这么多的浮障，但是大家怎么样，没有用心呢、去体会到，记不记得？在心法班里面提了个两三次。大浮障法就在祖师庙里面，乃至于在祖师庙里面所行的种种的法门呢、开出来的功课都是跟这个有关是你能不能参悟得了，能不能参悟呢，就是用心了、用心了。当然你只单纯接到祖师庙来非常棒，身心安定那也很好，那能多得一点，人都来了能够再多了一点多得一点呢，不是就更好了吗？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看看这释迦牟尼佛，甚至呢是老祖师的授记啊，这些人所以各位，你是在《妙法莲华经》的唯一佛圣品被授记的，被佛授记的，更何况我们有因缘遇到老祖师的授记，皆已成佛道啊！
所以各位，你的因缘根器啊，你是有的，因为经典收集了你，老祖师收集了你，二代祖师呢，法统传承了我们。若人为佛故，如果有人呢，各位行者，你这次呢又有一件呢、不得了的大事，只是你常常呢可能呢没有注意而已。你有一大功德，一大事、很不得了。只可惜啊，你呢自己不知道有做这么一大事因缘，有做这一大德，因为不知道。这个可惜就在那里，这个得做了，那在这个离体上面呢、不知道，没有悟到，没有怎么样，不晓得呢自己在行的哪一个大法了，这难免呢就差了些，就可惜掉了。得呢就做下去，好像你有一大笔存款，你有个十亿存款。你不知道你有个十亿存款啊，可惜啊！或是你以为你只有1000万的存款，那真的是太可惜。那还有9亿9000万呢，你就把它丢在一边，没人你，没有人用，没人你，没有人用了，就是没有，有体无用，那就是没有；有德呢，无用，那就是没有，哦，就可惜了。所以呢，你啊。一直以来呢，就有一个大功德事，一大件功德呢，没有体会出来。若人为佛故啊，建立诸形象，啊，这个圣观音就是吗？庭院的三观音就是吗？祖师庙大厅的老祖师大赛王佛就是吗？建立出形象，雕刻成众像，哦，刻雕。等一下写错字，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我们的庭院三山观音，这么罗列分布，大赛王佛，大厅的大赛王佛，四大菩萨，二代祖师圣像，三门的护法了，甚至卧佛了，金星桥的文殊普贤呢？乃至于呢，四大菩萨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啦，七龙观音呢，等等等等，这一切，
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为佛故啊，这就是一大公案了。什么叫为佛故呢？这个很微妙的心法。还有呢，你啊，这一生呢，有机会做了一件大事情，但是你并不知道，所以呢，你有德没有办法把它发挥出来，因为你不知你有德吗？连德自己做德都不知道，就是法呢不够相应的，不够如法，悟的不够深的。好，下一堂再讲，十分钟后，拜。